不谷指素呢是指治疗白癜风的常用药物。那么近年来呢，临床上不谷指素的使用呢频率呢在不断的增加。但其实呢，使用不谷指素治疗白癜风要注意选对治疗时机。那么首先呢，对于白癜风的发展初期黑色素细胞呢常处于免疫损伤或者是细胞损伤状态。如果呢，在这个时候使用不谷指素，这类的促黑色素细胞生长的药物，那么反而呢会增加黑素细胞的损伤，导致呢皮肤出现光毒反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治疗呢会出现皮肤红斑，严重的呢会出现水泡。其次呢，不谷指素这类药物呢为光敏化合物啊，因为呢本类药物呢对刺激性呢较大。因此呢，进展期的白斑，禁用以免呢由于诱发同型反应而扩大我们的白斑面积，以至于我们泛发到全身。因此呢，不谷指素呢一般适用于稳定期和消退期的白癜风患者，但是呢，具体情况。